大家好，现在我们要喝 tea time 的时候了，我们一样准备好蝶豆花，记得把心拔掉，放七朵就可以了。OK，然后我们就放进这个温热水里面。OK，盖一下给它搅拌一下，给它颜色均匀。然后我们挤这个橙汁。OK，然后我们再来，倒一些蜜糖进去，OK，蜜糖杂花蜜，然后我们配这个姜布凡士流，就是美好的 tea time。好了，3分钟过后，我们看到水已经变成蓝色，现在我们要看魔术了，就是挤这个柠檬汁进去，OK，看到了吗？好神奇哦！颜色变成紫色了，看到吗？颜色变成紫色，准备好了，就这样。搅一下，美好的。Tea time 就是这么简单。